哇就是塞！这样哦，你好棒，这样哦。吴新一要准备开最大的吗？我想讲哪等一是？下。啊！一、今天要吃披萨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这么多！哇，这个呢？哇塞，那里又有一个超级大披萨，哇，热狗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肉肉，这个是什么口味的？咦，你的爹爹先放旁边，先好，放等一旁下，边，哇，哪一个？这个鸡腿吗？哇，还有星星哎！哇，你怎么给人家开始吃啦？不会修吗？哇，啊，这是什么口味的？龙一个是虾，腊肠，这个腊是肠海哦，陆大亨。海陆大亨，啊，还有吴信义的鸡腿，哦，还有一个小香肠哎。对哦，吃着很好吃吗？啊，好吃。来，你吃，放过去那边吃。啊，真是太好吃啦！哇，一个小孩吃这么多，太吓人了吧？怎么会有加这个？那是芒果吧？气死！起司哦，起司的颜色好像芒果。哇，真是太好吃了！为什么这么亮呢？啊，原来是闪光灯。哇，这么漂亮的颜色，已经开始一直吃了。那把电视关掉好了哈，这样子都没有很专心的看这个色香味俱全。可以吃吗？吴兴义啊。哎呀，这个就是按键在这个地方，怎么用？你按掉了。等一下就要，哎，先关拿，掉。我你先拿着按一下，关掉。哎，